女生不知道男生的小秘密，兄弟篇。男生和兄弟一起时，他们也会调情，而且一套一套，非常自然。但是在女生面前时，多半怂得很，不敢表达出来。男生要和兄弟开黑时，兄弟单独和新朋友开黑去了，男生的心里会非常的不爽。并不是男生很小气，多半是吃他兄弟的醋了。男生和兄弟一起尿尿时，他们多半会比谁尿得更远。并不是说他们幼稚，而是他们的快乐非常简单。男生和男生一块聊天的话题，多半离不开爱情和女人，还有游戏，并不是没其他的可聊，主要是男生的共同话题就这几样。男生抛开和女生那啥，多半是更愿意和男生一起玩，因为男生之间的共同话题更多，也没有任何顾虑，所以同性才是真爱，男女只是为了下一代。我是多多学姐，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，喜欢就快关注我哦。